谂唔到咧，一棵咁嘅罗汉松，竟然会有大陆人山长水远嚟香港偷。你知唔知啲野生罗汉松好值钱噶？细嘅咧卖几千蚊，大起上嚟咧断万计噶。我听啲伙计讲咧，话呢个山头最近有几笪地方无端端秃咗，啲人咧仲以为多咗条行山路，原来成大片罗汉松俾人偷咗。你记唔记得上次我哋咪见到个人喺度影相嘅？嗯，我怀疑佢系偷罗汉松嘅贼。超 Sir， 诶，咁啱啊，吓？超 Sir 点解你喺度噶？系啊，我日日上呢度练习噶。点啊？敢唔敢接受我挑战啊？吓？好啊，不过今日唔系好方便。点啊？做紧嘢啊 ？Yes Sir。咩料啊？啊！你个后生仔够孝顺啊！一得闲就陪我女出嚟行山，既然你中意嘅，得闲多啲嚟行啦。阿女，你真系够眼光啊！阿爸，行咗咁耐都饿啦，不如落山饮茶咯。好啊，走啦。啱啱加入行山队拉到嘢啊，冇嘢啊 ，thank you sir。保安中心，我是司庭萧沙哲，编号38401，我在大潭树林附近发现两名疑似非法入境者，我怀疑他们身上可能藏有枪械，请立即支援。Over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海洋公园怎么去啊？刚才的情形就是这样。一班沙展在大潭水塘树林发现怀疑非法入境者，对方可能持有枪械，是极度危险人士，行山队请前往跟进。一班沙展，喂，超 Sir， 行啊！我哋使唔使打个电话俾超 Sir， 睇佢而家咩情况啊？梗唔得啦，佢而家跟紧嗌嗌，万一突然之间电话响，咪好危险。超常的电话，好，哦，你冇事吧？冇事啊。PC634抗联电台。我而家喺大潭水塘树林，遇到持械悍匪，暂时枪同埋人数都未清楚。你们听着，快点把枪放下，不然我杀了他。站立！冇嘢嘛，冇嘢。
点见到人报啊？放大枪！波，有波，有波，有波冇嘢嘛？啊，你点啊？有冇有事啊？有波冇事，系个嗌嗌有事啫。阿乔，我第一次成低咗个贼啊！点啊？你冇事嘛？冇嘢啊，苹果伤啫嘛。我哋三个对佢四个都俾我哋辣低晒，你伤我少少啫，赚咗啦。我觉得若波今次做得好好，变得好冷静。阿宝啊，阿宝，哎呀，妈咪，你点啊？你冇嘢啊嘛？你边度受伤啊？冇事啊，妈咪，皮外伤咋？哎呀，真系菩萨保佑啊！头先阿柏乔打电话俾我，话你入咗医院啊，吓到我心都跳咗出嚟啊！哦，花师奶好似话俾你听，佢轻伤啫。佢对住啲悍匪嘛，我点知会点噶？你讲啫。做警察啦，分分钟遇咗受伤噶啦，喺度大惊小怪啊！你系边位啊？呢个我女嚟嘅，我唔紧张佢，紧张边个啊？哦，妈咪啊，呢位系超常，我上司啊。哦，乜原来呢个阿伯就系你个口臭上司兼以前嘅教官啊？咩话？我系阿伯，咁你咪阿婆？啊？佢边个阿婆啊？点睇啊？我都细你十几廿年啦。妈咪啊，唔好咁啦。嗱，其实咧平时超常咧好好人噶，教识我好多嘢噶。不过咧就个人严厉啲，唔系好中意赞人咁咯。喂，嗱，今次我女咧就立咗大功啦，啡低咗个贼，系咪应该要赞先？你唔系下下都识得闹人噶系嘛？啊，系啊，系啦，呢次佢攞咗金票文啦。咩文？诶，我唔记得咗咧，医生叫我配药处攞药啊，你哋等我一阵，好快翻啊！我同你去。点啊，医生？佢醒咗，医生冇可以问话。你哋谂住搞咁大单嘢，幕后一定有人主使嘅。佢到底系咩人？只要你肯供出幕后人系边个，我哋可以帮你向法官求情减刑。是田七。田七，镇领诈匪人田七。今次救了助阿田七，叫班伙计准备扣佢翻嚟。Yes sir。院长，啱啱收到了，田七喺屋企开门嚟自杀。我想你睇下呢份嘢。俊兴田七，我睇新闻啦，佢系开煤气为住自杀死嘅。冇错啊，喺现场所有证据都显示佢系开煤气自杀死嘅。呢份报告都系话佢中煤气毒死，冇咩可疑。越冇可疑，就越更加要怀疑。我收到线报啊，田七喺死嗰一日，其实一早已经 book 咗船，准备着草。因为准备着草嘅人，又点会为住自杀？你的意思即是说田七不是自杀，你怀疑江世孝？田七根本一路都不妥江世孝，田七一死，江世孝想做大佬的路就会畅通无阻。田七话晒都是晋兴第二三把交椅，江世孝冇你咁大胆走去捉佢。佢可以在咁短时间里面上到呢一个位，做事除了有勇有谋之外，亦都好狠，连我哋警察都被佢玩到陀陀令啦。你都是受害人。以前杜逸天做话事人的时候，根本就冇咁多拗教。佢一上咗位，就搞到个地下世界翻天覆地，冇人估到佢下一步做啲咩。要拉江世孝，唯一嘅方法就系搵卧底埋佢身，尽量搜集个犯罪证据。你咪想捉呢一条大鳄咩？尽快俾个决定我啦。如果你肯做，我立刻安排。你唔肯嘅话，我另揾人选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多啲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。